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说花，有一个朋友在我们订了一束花哈，这是橙黄色系的啊，加一点白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橙色的洋牡丹啊，这个是波浪绿色的洋桔梗。为什么用这个颜色呢？因为我们白色的用玫瑰，所以这个如果也用白色的话，恐怕就比较靠了。还有郁金香啊，这个是那个鲑鱼色的小菊啊，可以做一个相对比较过渡的颜色。这个玫瑰就是骄傲啊，白色的，还有一些小葵。好，咱们开始做啊。这束花呢，是一个小美女啊，和她男朋友认识一周年啊，想送给她男朋友一束花。我觉得她这个男朋友实在是非常幸福，她希望呢，基本上是橙黄色啊，加一点白色的玫瑰啊，骄傲的玫瑰。所以我们选了这个季节的这个洋牡丹、郁金香还有向日葵哈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突兀啊，所以又加了一些这个，就是鲑鱼色的这个小菊，作为一种颜色之间的过渡吧，让它整体啊相对来讲柔和一点啊。香槟色的这个雪梨纸啊，做一个内衬。因为是年轻人嘛，所以咱们不用做太老气啊，还是要有一点朝气。咱们外层这个纸呢，选了一个这种香槟色带咖啡色边的。这种纸呢，感觉可能更年轻化一点啊，因为颜色都是比较浅的，所以看上去颜色比较年轻。
不会太死板。就做完了啊！我希望这位小美女和她的男朋友啊，永远健康快乐啊！祝他们幸福。好，那这会就拍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